除了他以外，他是头上的头。头上，可是你是比领导还要大。好特别哦，因为我今天才了解到那个，就街头艺人也是有经纪人，啊，没有，我讲真的，我不是在，因为很多人确实都那个很，现在很难有那个嘛，都是自己在宣传自己啊，自己经纪自己这样，好吧，那好哈，那我们欢迎那个最后一位表演者，他叫那个肖恩海。好，我们欢迎肖恩上台。那肖恩呢，其实是我们台东这边，待会他会自我介绍。哦，其实是啊，哦，有哎，好，哎，好，那我们整理一下，马上就把时间交给肖恩。双害，对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双害，然后双害是我的卑南族的母语名字，对，我是卑南族跟台湾族的混血人，然后今天要带来三首歌，对，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第一首歌，不是我自己，我今天有带我自己的创作跟别人，就是别人的 cover 这样，然后第一首歌是来自谢振廷的。灯光，你没听过这首歌吗？有吗？好，没有听过没关系，你再听我唱就算听过了。想再撑着，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。
好，谢谢。